喽，大家，晚上好。嗨，冉冉，我好想你，小冉，我好想你，我也好想你们啊，好久不见。那叫什么？几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嗨，大家晚上好呀！你们有好好想我吗？你还有脸开播？我，今天，我对今天的妆其实还挺满意的。想死你啦！啊，嘿，一直在想你呀。谢谢你们，我也有在想你们。都有好好吃饭吗？无聊的时候有没有听猫中毒呀？夹心糖好吃吗？这不是还没吃吗？就夹心糖小小的。啊，有吗？真巧，我也在听红色高跟鞋。啊，真的吗？那卡斯一旦啦，尿，今天尿出来了。之前就是当时在录歌的时候就是尿不出来，然后楼上还在装修，然后我就很生气，也不是很生气，我也没有办法。然后我就在那尿，然后楼上就，然后就尿，然后。然后就有这么一段花絮。笑死你们，为什么要笑死啊？我还没笑死呢。就是那天其实我很开心的，因为知道要去录歌了，然后我还特地穿了一身，也不是特地吧，因为我平时也这么穿，就特地穿了一身很可爱的制服格裙，然后我还戴了那个小耳朵发夹。很难不笑死你，别笑死了。你想不想穿看那个什么裙子？给你看看。看什么？没有。没有，就是戴了耳朵，就是更有那个代入感，知道吧？就是撸猫中毒就要学的像猫猫一样，所以就差个尾巴了。爪子也没有，那个时候就戴了个耳朵。我还有一副耳朵送给王力可乐了，下次让他给你们戴。你们让他戴，他才会戴。你们不让他。你们不说的话，他就会一直害羞的，不想，就是不好意思戴的。撕你一份，什么又撕你一份？果然，我们嘉兴堂们的脑回路都跟然然差不多，都有点，就是那种千回路转，什么峰回路转的。啊，你们知道了吗？下次记得让王力可乐带他的那个猫耳朵，特别可爱，他特别喜欢。啊，那是猫吗？啊，熊耳朵。就是上次跟王力可乐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然后我当时就是那次拍照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把我新买的耳朵送给他了。那个狼耳朵是他自己的，熊耳朵是我新送给他的。不是，又，
拿下，拿下什么？恭喜千剑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熊猫没开二度，就是哈，别拿下了，这不是千剑嘛，对不对？那还是我们非常厉害的嘉兴糖们送给冉冉的，吃嘛还是好好吃的，睡嘛也要好好睡的，就是要比冉冉学会更会照顾自己，听到了吗？简简单单，哦。啊，冉冉戴小猫耳朵吧，没戴，下次戴了给你们戴。对。其实我今天开场之前，先简简单单的送给我们家王力口乐一首歌。我们王力口乐最近都很努力的有在去健身房。健身还有吃减脂餐，就是你们不要就自演了，就是那个不要就那个啊转啊转啊转啊，那懂吧？啊，我们家王力口乐啊，怎么了吗？就简简单单的唱两句，就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就是那个转就说不好。我要唱那首，唱什么唱哪首？就简简单单单单的给你们哼两句，那个叫什么？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什么？他们总是说我平时吃太多，但是人家真的容易饿。一旦觉得自己肚子非常饿，肚子悔不清楚，舌头打卷了，还会全身无力。啊，唱歌没跑调。这样他们又要嫌弃我娘。啊，发什么问号呀？就是好饿好饿好饿嘛。啊，我都已经说的这么委婉婉转了，你们就是我们王力口乐最近非常辛苦，你们要善待他，就是他最近吃的太少了。婉婉的词不是，它真的是一首歌。我印象中的调调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下什么雨啊？今天我可是美食家，你们应该下点什么桂花糕啊，雪花酥啊什么的，知道吧？我不吃夹心糖。细说和王力口乐偷吃了什么？我们去吃了自助餐，没想到吧？因为我也没想到，因为当时我们在逛商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挺早的，我还问他你想现在吃饭吗？你饿不饿？然后他说有一点，然后说那我们现在吃吧，然后就那吃什么呢？他说都可以。那我说那逛到什么就想吃的就直接进去吃吧。他说好。然后我们就逛了好几家，就备选备选备选，然后突然逛到一家，然后他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王力口乐说这家好像还不错，然后我就说了一句，就是哎呀我这个低情商，我就说了一句啊，那这个也当备选吧。然后他说好吧，那我们再去看两圈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们就吃那家。然后他就特别开心。对啊，我去吃自助岂不是赚了？当然赚啊，血赚好不好？这还不把能吃的都给吃回来。老板亏大了。才没有，就我最近也是有那个什么好好身材管理的，好吧？你们不要瞧不起我。就这
真的还挺好吃的，吃的都是高脂蛋白，没有一下子吃太多，放心放心，不会的。你们最近有没有吃什么清明团子，你们最近有吃吗？啊，对啊，然然假期有吃青团或者什么其他好吃的吧，也让然然吃了甜的咸的肉肉松的也是咸的，吃了好多种口味的青团，还有我们王丽可乐带回来的青团，还有我们贝拉真的青团，那个叫青团吗？那个像饺子一样的那个，算了，万物皆可团吧。清明团子是啥？清明团子就是清明团子呀。它是绿色的团团，它外面的团团的皮是艾草，是艾草吗？也可以是别的什么草。把它磨碎，然后掺那是面粉吗还是糯米粉还是什么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对，然后里面再加红沙红豆沙，或者加那个自家炒的那种肉馅，就去拍，我的脸永远出现在别人的手机里面。
给你一份。哦，我差点忘记了，今天的标题是美食家美食家今天的佳然第一期美食分享会。就是还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撕你一份呗。哎呀，不是啦，主要是都是聊吃的嘛，我觉得跟大家多分享一些美食也是无可厚非的。我是想玩分手厨房的，但是一个人玩没什么意思，我想下次四个人一起玩。那完了，还有一个人怎么办？对，那算了吧。我还想玩那个有一个也是烹饪类的那个游戏，我忘了它叫什么了，好像做饭模拟器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反正我还挺想玩那个的，不知道，没玩过。我看别人玩的挺开心的。四个玩一个解说是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当解说的那一个。啊，厨房模拟器应该是那个吧，厨房模拟器厨房模拟器我还挺想玩那个的。这个可以有是吗？那个我不知道，我看的好像都是双人一起玩的，不知道单人能不能玩，但是感觉那个流程还挺复杂的，又要我看还有扫地的，就它明明是厨房喷啊。扫地也是一部分嘛，哦，理解理解。都可以都可以。好，我先去自己玩玩看，要是我觉得不好玩，我就不跟你们一起玩了。然然能祝我生日快乐吗？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天天开心，要吃好喝好，长得，等一下，长得白白嫩嫩的，我刚想脱口而出那个，吃的肥肥，长得香香，哪里怪怪。哎，喜欢吃慕斯蛋糕吗？我最近学会做了，可好吃了。喜欢啊，喜欢。我之前有做过抹茶慕斯，还有原味慕斯，然后放草莓，就很好吃。然后还跟我的朋友们，跟我的学校的室友们一起吃了。我你们不是肥肥，我是行不行？你们不是。啊，我今天要给你们看一个之前然然刷到的一个视频，也不是说之前吧，好像好久之前就刷到了，然后他出了整个系列的一个二创视频，是我们一个活儿的美食系列。就是当时是半夜刷到的，然后就是半夜就是偶尔能吃夜宵，大部分时候还是得饿着的嘛，然后就是会就是刷着刷着就哇好香哦，就会有那种想法。你们不会在饿的时候就更想看什么吃播之类的吗？然后就哇啊，他吃的好香哦，哇他的嘴里能塞下好多东西哦，好幸福哦，不会有这种感觉吗？我当时是躺在床上刷到的，然后我就一边看一边，然后我就马上讲小笼包、叉烧包、奶黄芝麻豆沙包。
我就是要带你们看那个，我觉得他做的超好，比我做的看起来好吃多了，我要向他学习了。刷美食视频不发动态是吧？那不是想你们平时能好好吃饭，就不要老蹲着那个，就是我怕你们那个刷评论刷不过来，然后刷着刷着就忘记吃饭，然后忘记学习，忘记睡觉了。我这不是关心你们吗？哦，嗨，工具人，可以帮我来个投屏？嗨耶，对，没错，我好大哦，这样他们会看不到的，能再小一点吗？谢谢你。什么叫然然的最高指令加大力度啊？我才没有说这种话，我没有说，我没有说这种话，嘿。你们能看得到吗？嗨，工具人，可以简简单单的帮我关一下 BGM 吗？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到声音，我先看一下，拉到最大。啊，声音好小哦。等一下，我忘记还有我自己出场了，哈哈。评论，如何在自己的直播间看自己的切片？是痴呆，不是痴呆症。哎，今晚吃了什么？在开播的时候已经说过了，吃了紫薯，还有什么？紫薯，还有带鸡腿啦，笨蛋，掉了一个鸡腿。这算吗？因为没吃到，所以没什么印象了。年轻的农夫呀，你钓的是这个技术，全部都是我朋友。居然全要啊！啊，我是成年人，我不能全要吗？就是泡出血水，这个就是哇，太专业了，还要吸干它表面的水分，因为我老是忘记吸那个外面的水分。所以有时候烤出来，我会喜欢用烤箱做，就有时候烤的不好吃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。就是这个手法看起来就很娴熟啊，看起来比我做的就，看起来就是一双，就是贤惠的手，非常会做美食的手，嗯。烤箱烤出来挺好的，就是。跟蒸的跟煎的出来的味道就不太一样，我很少吃自己煎的，因为我很容易煎焦。我也很少加味淋，因为我好像就没怎么注意过这些调料，就你知道吧，你们知道我的感受了吧，现在就是大半夜，然后看到不行，等一下那个倒回去，让我再听一遍那个滋啦滋啦的声音。好香呀！小贴士，我还有一个原因不自己煎，就是觉得煎会有点麻烦，我会用烤箱了。好香啊！给你三连，给你三连。耶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撤吧。为什么突然就自动播放自己的？我本意，我可没有夹带私货，他自己跳过去的。
我最多就是看看自己的那个尿不出来的时候，我从来不会听自己的，也不是说从来吧，就偶尔背就背着你们偷偷的听。然而为什么不让开？因为我害羞啊，不觉得很羞耻吗？就是因为当时我录就是有拍这些猫猫的动作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有点羞耻，就是导演说做个 wave， 然后学猫猫舔舔毛，然后算了，你们应该感觉不到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就是你们懂吧，就是要舔舔毛，然后好羞耻啊。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当时拍摄的导演说猫猫它就是走路就是很软，然后就是会扭来扭去的那种，然后就扭就对了，然后就扭扭扭扭扭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哎，好憨哦。希望我们的奶铃不会被我们那个最近的憨气所影响，保持我们奶心，等一下，奶心奶铃本心，嗯。这个就是跟之前我送家乐的，我们家乐的那个熊耳朵差不多。然然，我拿着猫中毒去猫店问有没有这样的喵，老板说没有，但这小姑娘也太可爱了，于是我把然然直播间告诉了她，快表扬我，你太厉害了。你太厉害了，我觉得你们都好厉害呀。刚刚看的那个二创的那个一个魂儿，那个这个活儿也很厉害，就他好像说他自己是烘焙小白，就是我觉得比我厉害好多，就是就是很厉害。好，立大功。好。啊，可爱啊，谢谢你们。因为我之前不是有发过一条关于美食的动态，我说糖分使人快乐，我发了什么来着，我说我爱双皮奶、雪花酥、巧克力舒芙蕾、酥皮泡芙、黑森林布朗尼、红丝绒抹茶大福、北海道吐司、芋泥欧包、提拉米苏、牛角包、青芝士乳酪、起司可丽饼和果子羊羹。然后魂儿们就开始就开始做了，就不知道，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应该在这个时候吧。什么报菜名？可是我觉得甜点使我快乐，你们不觉得吃了糖就会很快乐吗？然然 ，ASO 家人今天吃什么？这个系列可以转好，我会去看看。就我会，我还会有经常会看不到一些，艾特我的，就可能会漏吧。饭桶是吗？我好像记得在这条的，在那条的动态下面，我也看到这个，就是这条评论说然然是饭桶，说得好，但是我觉得饭缸是不是听起来比较厉害一点，是吧？你看缸跟桶，缸听起来就比桶要，你看又大容量。
就是容积大，容量大，容积容量应该差不多吧。啊，我觉得范刚厉害，你们以后可以称呼我为加刚。对，等一下，算了，好奇怪哦。总之，我给你们得出了一个结论：饭缸比饭桶听起来更能吃。抱歉，大伙儿没功夫学做饭，因为评论区下象棋实在太刺激了。那可不只是象棋嘛，五子棋也有，还有成语接龙呢。你们继续往下接呀。加桶饭也可以加。啊，我没有在偷窥你们，我这不是明目张胆的看吗？明目张胆，我明着看的。虽然我还不会下象棋，但是五子棋我还是会的，就是还行。五子行，意思是五子不行。啊，坏了，被看光了。啊，你们不愿意让我看你们吗？不能看吗？那我以后不看了。什么象棋有手就行，真的吗？那我去学。那我下次自己跟自己下，然后下给你们看。哦，好无聊，听起来就好无聊，完了。听起来就好无聊，自己跟自己下象棋，自己跟自己下五子棋啊，也好无聊。看看看，随便看，可以吗？能。啊，好呀，下棋。我看你们下棋，我自己不了吧。多看看，多看看。然然下向嘉兴堂奔去可以转，我怎么感觉我好像看过这个开幕雷击？这个好，我回去再看一眼。啊？哦。突然刷问号，我认为那个不能。啊，你们都觉得不能，那应该就是不能了。不是你们艾特我的，我不是，就是刷完，就是像刚刚一样，看完一个视频之后，看第二个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跳到第二个，也不知道第二个会是什么，然后就经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视频。就还蛮厉害的。今天去吃自助把老板吃穷了，我告诉他找 ASO 的家人怎么说。你吃的也那我给你算一下哈，你就算只吃两份牛排，一个蛋挞，一份意面，五个生蚝，还有两串鸡肉，两个三一一三三个北京烤鸭，还有一块紫薯吧，太容易饱了，一块紫薯，一块玉米。还有水果，各种水果。那你吃这么点，怎么可能吃穷嘛，对不对？
吃吧。不可能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尽管吃，因为吃的绝对不可能比圆圆多。三个北京烤鸭，它不是一个一个吗？它不是要卷起来吗？啊，我们吃的北京烤鸭不是同一种了吗？就是卷起来啊，有一层面皮，然后卷起来，然后蘸酱。三个它的量词应该是个吧？大王，他是啊那么叫的吗？我跟他应该不一样吧，我叫的比他凶多了。啊，怎么还有让然然吃你的？你好奇怪哦。对，三小只北京烤鸭真的还不错呢。哦，三片，可是他。哦，三卷，三卷，好的，三卷。哇，今天又学会了一个新量词，谢谢你们。本来呢，我才不是量词破碎呢，就是我之前听到的有一首歌，他所有的歌词都在唱吃的，我就觉得他好厉害啊。就是我刚才哼了两句的，什么小笼包、大肉包、叉烧包、奶黄芝麻豆沙包、大肉包、菜包，还有灌汤包，然后就是北京烤鸭，北京烤鸭麻婆豆腐、蒜泥、白肉、担担面、酸辣粉，还有那炸酱面，是吧？就是你们一听歌词就觉得好饿，是不是？我觉得灌汤包还是不错的，就虽然我自己是没有动手做过，我只会自己包饺子还有包粽子。青团也没有，青团，哎，等一下，青团还真的有做过清明团子。哇，我还挺厉害的嘛。就是粽子会有点难包，因为它的粽叶然后外面还要套根绳再卷，卷不好就会漏。生煎春卷才是好吃的春卷，我只吃过炸春卷，我只喜欢它外面脆脆的皮，因为它里面有时候它的馅会有一些我很不爱吃的蔬菜，所以我不吃它。谢谢然然，刚刚按照你的菜单吃了一遍，现在在天堂，过得很好。大家尽力而为，不要一次性吃太多，会撑着的，真的。我还跟 Soul 的大家约了下次假期的时候一起出门玩。那我想前一天给大家做什么吃的好呢？虽然家里还没有烤箱，但是我已经盯上了一个粉色的小熊烤箱。就是容量有点小，不知道适不适合。简简单单的做个小饼干吧，我再买个那种小包装，然后给他们随身带着。啊，我怎么也 A 瘦了？他不就是 A 瘦吗？啊哈，别吃了，要吃就吃夹心糖吧。啊哈，你们今天还回复动态说啊，吃什么夹心糖呀，夹心糖不好吃，怎么天天想着吃夹心糖，你们不是不让吃吗？
恋是幸运曲奇，坐下。啊，别吃垃圾食品，少吃垃圾食品。为什么说夹心糖是垃圾食品？我觉得夹心糖还挺好吃的，虽然不知道夹心糖是什么口味的。谁说你们是垃圾食品？我去打洗他们。啊，我才没有说过夹心糖屁用都没有，我每天都在夸你们呢。我真的只吃过夹心糖啊，就是巧克力夹心糖啊，我今天刚吃过，里面夹的是软糖，但是我觉得巧克力里面再夹软糖确实有一点点腻。夹心糖和冉冉一样甜甜的，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天天都对冉冉说甜甜的话，所以冉冉都变甜了。所以我应该对你们做点什么呢？不是，我要说明白，我要说清楚，要对你们做什么，你们会变得更甜呢？啊，突，你们是说，这个吗？擦擦屏幕。等等，真的有在说甜甜的话吗？有啊，你们不是一直都在说吗？要什么木马？天天要木马？要什么不可思议？找不到调，爱到不可思议，创世纪的默契，不用甜言蜜语，其实我爱的是你，是你。你们这么想听这首歌吗？你们这么想听这首歌吗？想听那后天给你们唱个完整的。就孩子期这100分的相遇，就是我和你。我想想啊，下次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做什么？我刚刚已经想好了，想做小饼干，但是小饼干，要不还是做一个慕斯吧，抹茶慕斯，然后再裱个花，然后再放草莓。最近是吃草莓的季节吗？那就什么水果都行，家里有什么摆什么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其实挺简单的做慕斯。但是奶油一定要慎重选。做什么都好吃，真的吗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吃过？等有机会吃到的话，你们再夸，用力夸，因为我觉得真不错。对啊，那必须好吃，人人做的当然都好吃，因为大家都在，就是他们也没有吃过，为什么他们也说我做的好吃呢？跟你们学的。因为我们家乐、奶铃、像婉、贝拉都会说人人什么时候做吃的。我之前有跟他们提过我想做的，然后我说我之前有做过这么多东西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做给我们吃，然后家里还没有烤箱，等我什么时候去筹备一个，等我好好准备一下。啊，不是敷衍我的，好小孩子，不是，肯定不是。因为才不是哄小孩，我们大家平常
像我们奶铃平常就会哦，奶铃最近可喜欢抱抱我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嗯，他最近超喜欢抱我，然后把他的脑袋垫在我的脑袋上面，然后啃我的呆毛，然后我就顺势埋胸，我做得好，夸夸我。我我之前听到了奶铃说，从我这里能感受到什么来着，就是会很快乐，就是软我。哈，我做得好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我做得好。奶铃的不能往下讲，这个我知道，不能往下讲。算了，我还是想想今天晚上回去吃什么吧，不要等到晚上又刷到了什么，哪个吃播视频，然后哪个二创的做饭视频，然后我又晚上自溜自溜，然后晚上嘎叽嘎叽起床吃东西。我之前晚上饿了，我都会冲到我们厨房的冰箱打开，哇，好多东西哦，怎么都是要就是煮的，怎么没有能现在能吃的呢？但是我们客厅有一个我买的一个临时小储物盒，但是里面现在也空的差不多了，没补货，最近就只能喝水充饥。不会的，我们管家婆，我不是，我们管家姐姐特别爱给我投喂吃的，就是有时候去她房间，就是拉姐我有点饿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就直接指了，她都还没有说我就直接指了，她说你想吃什么，我就没说话。是管家姐姐，她喜欢人家叫她管家姐姐。婉婉给我的零食大礼包那才一包，我剩下的她不都拿走了？然后大家都分完了呀。管家姐姐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婉婉煮的泡面了，我好想念她煮的泡面啊！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还闻到，就是走廊都飘着一股，泡面的香味，哇，真的好香哦！是管家姐姐，你们要是再喊她管家婆，我能干什么呢？我能干点什么呢？快想想，快想想。你要是再叫他管家婆，我就扑你们。算了，这不太文明，换一个吧。我就，我能干嘛呢？我就提前下播。因为记得等会去找奶铃玩哦，不要忘了去找奶铃说说，奶铃被买凶的故事，你们提醒一下他，就暗示一下。哇，我看到有一个也在健身的小伙伴，臂围突破40了，恭喜你！我会加油的。我也会变成有大宝贝的人的。晚安。言语不起作用，想看到具体行动，热闹开启进攻，快靠近我。
习惯不准你触碰，走我们一起云端漫游，快要发不出声音，该如何回应？那就心动中感受，管它有没有用。逐渐被灯期待过